河东汉妻家中坐，怀胎少女床头卧，就按成戏惹是非，好戏登场变因果。这戏讲的就是我的案子。哦，就是你啊。就是我，就是我。故事呢，还要从当年一起拖拉机杀人案说起。我没杀人。小人物登大舞台，旧新闻成新谈资。我不是杀人犯啊。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吗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。行动，你必须行动起来。行，动。你们要是今天不给我们一个公道，我们就死在这儿。你们这个戏能不能按照我说的给改改？那不可能。咱这话剧走的是普法门，女主角却着了爱情的道。我们这个戏里有东西，好东西。你别这样，你老公还在呢。怕什么？根本就没人能看见。啊！太不要脸了！律师神棍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你的尊严早就被杀人犯那三个字给剥夺了。不要去打扰逝者，让他安息嘛。你疯了，马福礼，这里窝囊废。这翻案没下落，怂人马福礼愣是被折腾出百种念头，千种动机。你干啥？你还是杀人犯。眼睛怎么了？不知道。谁打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